花莲齐心狮子会推动公益社会服务工作，今天上午十多位成员会同县府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玉梅南下瑞穗乡，除了捐赠爱心伞以及物资关怀部落文件站的老人家，也前往复原国小颁发奖助学金，而狮子会与地方老少同乐，气氛相当温馨。花莲齐心狮子会关怀偏乡老少，上午千里迢迢来到瑞穗乡，不仅带来大批的柴米油盐物资箱以及爱心伞给布明拉加山部落文件站，也带来舞蹈表演和长者们同乐，现场气氛热烈。不仅如此，齐心狮子会一行十多人会同县府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玉梅分别来到复原国中以及复原国小两校，颁赠奖助学金给表现优异的同学，并且也进行反毒品宣导以及环保教育，台上台下互动热络。推动社会公益服务不分时节，花莲齐心狮子会关怀社会推动公益不遗余力，捐赠也关怀部落长者以及社区学童，贯彻落实狮子会的核心精神，备受地方肯定。我们师姐集资然后买了这些物资，所以我就想说刚才就先去了文件站做那个解救饥饿的爱心送暖的活动，然后现在就是小学，我们就来这里赠送奖学金还有爱心伞。齐心狮子会一行人中也有不少成员为复原国小毕业校友，看着学弟妹们表现优异，勤学有礼，成员们也都相当感动，和小朋友们相约今年圣诞节要再相聚。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